哪一瓶啊？所有。快点！有什么好笑的？你很少闹情绪，想想就好笑。我又没有闹脾气。嗯，那是为什么呀？是因为 Cindy 针对你？他才不是这种人。是因为我没站在你这边，没帮你。你的选择哪会有什么问题呀？那是为什么呀？魏婷姐。哎，程先生，这两天芳姐情绪不太稳定，她特别怕你们俩会因为她离婚。她说要上楼监视你们，刚刚拿着钥匙上楼去了啊！你们可千万别刺激他。哦，好。妈，来了。妈，俊远。妈，嗯，怎么了？我楼下的水管坏了，在你们这儿住几天。哎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。来来来，我给你。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，我睡客房就好。啊，行。刚才丁姐给我打电话，说妈最近情绪不是很稳定，正常，所以还是顺着她点啊。志远啊。哎，妈。你明天早上想吃点什么？告诉我，我给你做。啊，妈，您做什么，我们就吃什么。好，那你们吃完饭，别管了，这些盘子碗我来收拾。哎，我们收就行了。哎，你们吃完饭下去溜溜弯去。啊。睡了，我先回屋，早点睡。晚安。妈，我们睡了啊。要不你就睡我这儿吧。那你睡哪儿？我也睡这儿。啊？我意思说啊，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上。我再过半个小时我回去吧。那万一你妈明天早起呢，发现我们两个又分房睡？没关系，反正也就这两天，你妈只要觉得我们两个没什么事儿，应该就回去了。我睡地上吧，你睡床上。我的房间啊，我说了算。我去拿被褥。嗯。